听尼龙弦，尼龙弦的音没有这个音，尼龙弦它是另外一种音。这是两种不同的音，那么钢丝筝它就余韵很长，适合做韵，适合。我弹一段山东的这个大板曲《清风弄儒》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琴。它音比较明亮，它有穿透力，这个尼龙弦就没有这个效果了。我用尼龙弦给大家再弹一下同样的曲子。它这个余韵很长，它这个滑完还可以带颤音，尼龙弦就做不到这点啊。所以钢丝筝这个在50年代末60年代的时候，老一辈的古筝演奏家艺术家们，他们大多都喜欢弹钢丝筝啊。钢丝筝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儿，它这个主要是适合匀长，适合做韵。咱这个尼龙弦没有那么长的音，所以作用起来就不如钢丝筝，那么钢丝筝我就简单的说这儿，下来我就介绍一下山东的筝曲。太近了吧，太近了吧，说。那么山东的筝曲种类很多，有琴书曲牌，还有大板曲。我现在先介绍一下山东的一个小的筝曲，琴书曲牌。琴书曲牌它还分两个，一个是唱板曲牌，还有一个小板曲牌。唱板曲牌它主要就是模仿唱腔，就是沉。哎，可以，那可以。我装我兜里，是吧？啊，对，放这个兜里，转一圈，在我的衣服下边一下。不用，我挂你耳朵上了。啊，我知道你。对，你稍微等一下，我就给你看吧。来，好了吧？好，
那么我现在先弹一首山东的琴书，根据琴书这个整理的一个小的曲子，叫《凤翔歌》，这个钢丝筝就是适合做韵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曲子感受一下山东的琴书曲牌的一些小的曲子。这就是山东的琴书，根据琴书曲牌这个整理的一个小的曲子，叫《凤翔歌》，那么我下面再介绍一下山东的大板曲《汉宫秋月》，那么在《汉宫秋月》这个曲子中，这个我父亲，我要特别提到我父亲高子成，他里边运用了大量的自己的手法。比如说筝的这个先挑后抹，先劈后托，这个技巧在50年代、6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我父亲在筝曲中大量的运用，这是我父亲独创的手法。以前曹正老先生就说过，我父亲的这个指法，这个与众不同啊，独创的一种指法，标新立异，他就是主要是丰富了筝的一些表现。那么我在这个《汉宫秋月》这首曲中，我就用这种手法。当然，像我刚才弹的那个指法，就是主要就是山东的大关节这大指的小关节的托劈，这是山东常用的一些手法。那么下边我就介绍一下这个《汉宫秋月》，这里边大量的是我父亲的手法。比如说连续的挑抹和连续的托劈啊，这个。Thank you.
那么在这首曲子中，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指法，比如说连续的调模，那么这段这个连调模，调模，那么这段我父亲在这段演奏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的，他就描写那个宫女们，当快到了这个中秋佳节，他内心里非常的高兴，所以他用了调模，表现出内心那种，有点很小的那个激动，又不易表露出来。那么在《寒宫秋月》这首曲子的第一行的最后的一个音中，我父亲运用了一个特殊的一个滑音，叫下滑带连续的颤音。啊，我弹一下，大家听一下。就这个音下滑，连续的下滑，后面就连续的带颤。这是一个山东一个筝的一个作韵的一个手法。就是在《寒宫秋月》中，我父亲还用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手法，包括作韵的一些这个滑音，很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《寒宫秋月》是山东的一个大碗的一个代表作品。他的一些手法呀、滑音啊，很有代表性。啊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以后谈一谈《寒宫秋月》这个曲子。它是一个慢弓，它的这个左手，比如说它的颤音，它有很微的颤，啊，还有咱们一般的颤音，还有大颤，还有重颤，还有回滑，还有回滑带颤。它的左手的手法运用非常的丰富，啊，非常的丰富。那么这个我曲子《寒宫秋月》就简单的介绍这儿，下一个曲子我就介绍一下这个《高山流水》。这个《高山流水》是我父亲很早以前就是整理编写的一首曲子，尤其是前边他运用了四个不同肢体的和声，啊，增加了山峦那个高的山啊，耸立的山峰啊，叠加在一起。气势非常的雄伟，后边也用了一些小溪啊、流水，它这个引子就直截了当了，有山有水，就告诉了，很直白，通过音乐表现出来，啊，那么这个曲子它中间运用了一些特点，比如说连续的脱劈，啊，我可以给大家弹一下中间这个指法。关节的脱劈，和劈脱是我父亲的一些手法。这个曲子中大量的运用了劈脱的一些手法。那么这个《高山流水》第三段，这也是曾曲的一个特殊的手法，是大指的花旋律在中指上，旋律在中指上。这个段落弹奏的时候，要求花很清澈的，像流水似的，每一层的流水都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旋律在中指上很有意思，它还并连续的，比如切分音附点，它这个里边增加的一些，就是一些技巧上、一些节奏上增加到里边，曲子很有特点。我简单的弹几句啊，这花儿。流水一层一层的，很有意思的。这个我现在就把《高山流水》弹一下，啊，从头弹一下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山东的《高山流水》和浙江的、河南的不一样，韵味不一样啊。Thank you.
这个就是山东的高山流水，它和其他地方流派的高山流水风格不一样，它的左手的作韵比较多，它的右手的手法也是用了山东的典型的，比如说先挑后抹，劈托和劈托的结合一些手法。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首这个山东的琴书曲牌连奏，这是有四首山东的小的曲子，连贯整理的。曲书曲儿有四首小的曲子，连缀，那么下来我再介绍一首
碰八板曲子，这个我们只弹一段，就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碰八板的这种效果。它是山东大板，就老八板合奏套曲啊。那么现在我弹一段，我跟我的学生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碰八板的这个效果。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可以多合一下这个，看看山东这个碰八板它这个那种效果。这个碰八板是老八板合奏套曲，它每个谱子都是68板。我们两个虽然弹的谱子不一样，但是骨干音啊、结尾啊和调式都是一样的，啊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时间到了没有？好。我们今天只弹这么一段，这个碰八板这个曲子本来有4段，那么我们弹一段，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碰的这个效果。两个不同的曲子，一个是八板的琴韵，一个是风摆翠竹，但是两个合起来以后，它的主音都一样的，听着有时候还像辅调，从演奏效果上很有意思。这个就是山东老八板合奏套曲的，它的一个，它属于老八板合奏套曲。那么本身老八板合奏套曲里边有很多的曲子，我们只是用了一个小的部分，让大家听一下这个山东还有这么个效果的曲子，合奏的曲子很有意思。那么今天我就简单的说介绍了一下山东的几个小的曲子，因为山东的曲子很多。无论是大板曲、小板曲都很多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山东的风格、滑音，包括山东一些手法，比如说山东一些老的前辈，比如说像我父亲高子成，像赵玉哉，和韩廷伟，他们都是师兄弟关系，他们每个人的风格都是山东风格，但是都是各自有各自的手法。那么我刚才说的就是我父亲的手法，山东筝就是筝的一个里边的一个流派，筝有很多流派，还有浙江的、河南的。那么我刚才简单的就是说山东的流派，如果大家还要继续对山东的筝曲感兴趣，我以后还可以多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曲子，因为大门曲子有很多几十首呢，我今天只是
简单的，有代表性的说一下，山东蒸曲的风格，我就简单的说到这儿，谢谢大家，好，这样。